从有关部门披露的信息来看，康迈尔人犯罪铁证如山，中国司法机关在掌握确凿证据的基础上，依法处理相关案件。在此过程当中，二人的各项合法权利得到充分保障，有关部门还在法律允许的范围内，对他们给予了人道主义关照。加方一方面无视美方炮制孟晚舟事件的政治图谋， 以及孟晚舟没有违反任何加拿大法律的事实，执意充当美方对中国公民实施政治迫害的帮凶。另一方面，大肆炒作上述加拿大公民个案，污蔑中方搞任意拘押胁迫外交。事实再次证明，加方所作所为完全是混淆是非、倒打一耙。中方对此 坚决反对，强烈谴责。加方应该正视问题，停止误导舆论，甩锅推责，停止对中方污蔑抹黑，同时立即纠正错误，释放孟晚舟，并让她平安回到中国。